种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。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什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在时尚，跳舞肯定棒，咱们整个所有的城市的鞋都没有。大叔家，我会找到的。时间，时间会给我答案。前几天我算是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以后，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生长为魅力之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伸右手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这是我想要的那双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，时尚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心不自信，磨砂磨砂，在这光滑的地上磨砂。月光下，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。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小步，有了滑板鞋，天黑都不怕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小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磨砂磨砂，魔鬼魔鬼的步伐，磨砂磨砂，哎呦磨砂磨砂，我给自己打着鞋拍，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美丽的舞蹈，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鞋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可以，你现在就是庞麦郎，庞麦头，庞麦表，庞麦表，庞麦表。